尊敬的诸位法师，诸位传统文化的同道，大家吉祥。我们上一次学习到的主题呀，是修身笃行篇第二个部分。第一是主境存诚第二是反躬自省。那这一个单元呢，相当重要我们之前也提过这个了凡先生他等于是改造命运的好榜样。那他改造命运的关键在哪里呢？他遇到云谷禅师，那云谷禅师透过呢跟他的交流了解到，他没什么妄念呢，是因为他觉得命都被算定了。那云谷禅师有一段引导，引导他应该命运呢是掌握在自己手上，引了儒家的经典，还有佛家的经典。后来呢，问了，孔先生给他算命算他一辈子是什么情况呢？终身若何那了凡先生就把一生这个修旧就告诉了云谷禅师了。云谷禅师问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其实这个话呢，我们也要问自己汝自揣因得科第否？因生子否？这个问话就很关键，让他反思了。因为成年人呢，不是你给他讲很多道理，他就能转变了，是他有认知到这些道理的深度。进而呢，拿来反观，他才有受用不是说我们讲的很多了，他就受用了，所以这也是云谷禅师教学的善巧，开而复答，开是启发他，引导他来反思。结果云谷禅师说：“予以追省良久这个追，反观自己走过的人生路反省，很长一段时间呢，这是真静下心来了，说不应也，我不应该，得科第，不应该有子嗣了。”接下来就很多他反省下来反思到自己的问题他反省得很深哦，很广那我们学习群书之要其中呢有一个精神呢是。经一事长一智。那长一智了那不会再犯那个错了。假如同样的错呢，我们还是会在生活中、处事中重复出现的，那这不见得我们有经一智
经一事要长一欠呢，记得教训呢。所以我们没有对走过来的路要追省良久啊，要经一事长一智也是不简单的哦，有的经一事长一怕啊，面对类似的事就先害怕了，他没有总结经验就产生一个怕的感觉，哎呦以后别找我了。经一事长一怨啊，脾气大，经过这件事之后下结论都责怪别人啊，那怨气经历事之后怨气越来越大了啊。比方我们很容易啊，因为自己的见解或者感受然后下判断。见解是什么？见货。感受是什么？思货。只要这两个烦恼起作用了，你要对于经历过的事情下很客观的结论，进而汲取教训呢，很难了。比方说举个例子，有一个人去看中医，看完中医啊，他说没效，再下一个结论了。哦，那他可能跟几千年的中医就产生障碍了。所以人见思烦恼很强啊，会没有福报哦。你比方说你遇到一个很有智慧的人，但是自己很会下判断，或者他让我不是很舒服，你可能就错过这个缘了，我们举老和尚遇到李炳南老师，李老师开三个条件哦，老和尚当时觉得，感觉有点跋扈。那假如是我，我可能转头就走了，就没有后面的缘了。你看他老和尚31岁吧，他就很冷静了。虽然这个话听起来不是很舒服，但是谁介绍他老人家去跟李炳南老师的？朱经咒老居士，那爷爷辈的，还有灿云法师啊，介绍的，这些人都不简单的。请问是他们看人准，还是自己看人准呢？现在劝年轻人不简单了，年轻人觉得自己看法对了，我们讲了，尽点力了，笑一笑了。讲了他不听啊，很难过，那是我的问题，不是他的问题了。一码归一码，不能打混账了。我们尽了本分了，毕竟是他的长辈，该提醒要提醒，而且还点到为止，还不能讲多了。为什么？讲太多了，下次呢不想来见你了，那断了跟他的缘了。所以你看李炳南老师遇到不是真想学的，对他很客气呀。不是真想学，最起码还会来听就好，听听熏了，说不定熏了10年之后态度有所提升了，或者熏了之后结下辈子的缘啊。有时候这些大善之事，他的考虑啊，不是我们能够体会到的。但是那个要
长期用心去听他们讲经，不是耳听而已了，心听了，神听了，能体会到一些了。观察他们处事待人，考虑存心是什么，有机会的时候请教。所以老和尚有福报啊，跟着李炳南老师十年了，老人家那时候那智慧人生的阅历都是很高的了。我们现在看起来哇，不愁吃不愁穿了，那个都是小福报啊。最大的福报，闻佛法还能跟着过来人学，这大福报啊。那当然我们还在老人家正法时期，这也是很有福报了。我们能够三五好友同参道友，一起依止，一起切磋，这就是我们珍惜福报了。这个时候不要落在哎呀老和尚都圆寂了啊，好难过啊，好遗憾啊。要记住，修行就是修心，要护念好自己的心，随时在正念，在积极乐观上，不在情绪上。身有所忧患恐惧，有所愤志，都是动情绪了。你消极悲观，这个都不得其正了。这个也都是要反躬自省，观心为要。念头不对，马上要观照到。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啊。所以你看，我们人生过去几十年经历过的事情啊，现在还有没有给自己正向的影响，还是反向的影响？你看，一朝被蛇咬啊，十年怕草绳呢。你看那个怕还一直存在，那个都是负面的影响。就像刚刚举的例子啊，就看中医了。没有效，他下结论，中医没效。这个事情里面呢，有可能是这个中医的医术不够好，有可能是他跟你的缘过去生不是很理想，可是你不能因为一个人你就否定了整个中医啊。再来，还有可能这个责任在自己身上，是可能人家医生有给你交代啊，你哪怕吃了药啊，哪些食物别吃啊，你自己还要做哪些运动啊，给你交代的你没放心上啊，你让那个效果就大打折扣了。可是有时候你都把责任都推给他了，所以你看人多容易产生这种自己的判断，而且不客观，就是贱货。从果推因，从因推果，每天我们都在做这个判断，但是他判断的正不正确呀？判断不正确了，就会影响自己的心态了。所以我们常常说见思烦恼，见思烦恼在哪？
六道轮回就是他变现的。我们的心念很容易落在见货跟识货当中。这失火就情绪化了，不冷静了，动了贪嗔痴慢疑呀。今天我们看医生是个缘，他就可以显出啊我们见思烦恼的程度，而这些见思烦恼不会在看医生的时候出现而已。它会在其他我们处理任何事的时候，也都会出现。修行人啊，要借由每一件事啊，更了解自己的习气，自己的分别执着在哪。看到了叫知过，进而就把它改正，叫改过。所以云谷禅师教导了凡先生，了凡先生当时候也已经是，应该是30多岁了吧，这样的年龄啊，能够接受别人的话，别人的劝，然后真的放在心上，去下功夫，这是可贵的啊！你看孔子感叹呢：“已矣乎！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。”孔子感叹：“哎呀，算了吧，这已矣乎就，哎呀，算了，算了吧，别这个不能要求了，不能强求啊！我很难见到啊，未见啊，这。”这讲的是比较感叹的话了，能见自己的过，内自讼是悔过哦，还没有到改过啊，能够感悟自己的过很深呢，这个就是很不简单的善根了。进一步改还得对峙啊，那个错误的惯性啊。还得给他拉锯哦。所以下联居老居士说啊，天赐之福啊，先开其慧，上天要降福于这个人，先开他的智慧。天降之法，天先夺其魄。什么是天开其慧呢？这个人升起了惭愧，这个就是反躬内省了，他关照到自己的错了，生惭愧，惭跟愧是两个善心所啊，我们善心所有11啊，这两个字就占了两部分了哦，这惭愧，奋发，他看到。问题了，勇于去改，叫奋发，改过，这叫天开其慧。那我们现在关照关照，我这一个月呀，我这段时间呢，我在奋发改哪个过？假如一想好像没有，那我们要开会就不容易了，因为不改过啊，这个会障碍我们的智慧的，而且过不改啊，这个过会不会如如不动啊？我不增加，我也不减少，不可能啊，它会做大的。所以惭愧奋发改过，天开其慧。那什么是天夺其魄呢？
悠忽，恍恍惚惚啊，就对自己的法身慧命啊，不够慎重对待啊。此生不将今生度啊，更待何时度此生呢、啊？自己不够重视啊，实在讲，孔子来也没用啊。自救者天救啊，自弃者天啊，自助者天助。因为万法因缘生嘛，孔子来了，佛陀来了，是个缘呢、啊，因在自己身上了、啊，自己万分珍惜了，哇，那这些缘的助缘起的作用就大了。哦，我们不珍惜了，那就大打折扣了，甚至于心态不好了，好的缘我们还产生副作用。适得其反的作用、哦、不了解对方用心良苦，因为我们心态不好啊，还骂人家，还造口业，那不是副作用了吗、哦、所以老和尚讲经的时候说，佛菩萨不来啊，佛菩萨不来不是不慈悲啊，我们不能接受啊，来了让我们造业了不好啊。所以为什么说子闻来学，未闻往教？来学是他的心态准备好了，这样缘才比较成熟啊。所以忧忽、昏惰，惰就很懒惰了，不积极主动了。昏就是不振作精神，自欺，我们不承认自己的问题了，还是非，是非是掩过是非啊，还给自己找很多理由借口了，那就变得天夺其魄了。所以这一个章节呀、还是很关键的、这个章节也是转变我们一个惯性、就不能把责任呢、往外推、要啊拉到自身，才能经一事长一智了、所以我们看三十二句，荣辱之责啊，在乎己，而不在乎人。就如《论语》讲的，卫灵公第十五，君子求诸己，小人求诸人。这个求呢，是责求、责备，就反省自己了。这是君子的一个处事遇事的态度，遇到事的他是这样的心态。就像我们学《论语》一子啊，李斌老的讲要讲记，讲要里面还引了《孟子离娄篇》的教导。经文里提到了，有人于此，其待我以恨逆。突然这个人呢，对我很蛮恨，对我态度很恶劣，待我以恨逆啊，则君子必自反也。不止不会因为他的态度生气了，先自反。他今天对我这样。是不是我有对不起他的地方啊？有忽略掉没体恤到他的地方啊？假如这么一反省都没有呢，
那我们深信因果啊，那可能是过去生了。不然这一生早，我好像也没有得罪他，他怎么对我这么凶啊？任何事都离不开因果。好，那假如是前生呢？那我们也不要生气了，反而要高兴了。为什么？爆掉了。他对我们凶，那就前世我们可能对他凶啊，这个债还掉了。就像《金刚经》那一段话很有味道。善男子、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，若为人轻贱，先世罪业因堕恶道啊！我们过去生造了要堕三恶道的恶因呢，已经世人轻贱故啊，先世罪业即为消灭，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当得阿耨多罗就是要成佛了，是对方啊在帮我们消掉三恶道的业，没有消掉啊，这三恶道的业要拉我们去三恶道了。黄老说的三途一堕五千劫不好玩啊，我本来要堕三恶道了，他帮我消掉了，请问我们感不感恩对方啊？明理的人感恩了，所以老和尚明理啊，对他毁谤最厉害的人，那不给他立牌位啊，每天给他回向感恩他，所以明理的人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，我们还不能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，那可能有一些道理我们还没有透彻。所以孟子这一句君子必自反也，深信因果的人一定会自反的。因果通三世啊。好，我们看33句。这些都是我们自反很具体的指导，我们学了三句啊，32、33、34，我们检查一下啊，这两个礼拜啊，脾气有没有少一点啊？有没有哪一些境界想到了这三句啊？这一点很重要啊，这两个礼拜啊，这三句都没有起现行，那可能没有放在心上喽。我们提过不少次的六忍呢，忍辱的功夫，黄老教我们用这六个方式。这一个单元啊，反躬自省啊，属于凡人。凡人是向内了，那传统话是内学啊。向外了，小人求诸人啊，怎么学？跟君子不相应了，是心去做佛啊，是心去做君子啊。那心错了，就从根本上偏了。其实这每一句也都很有力道啊。我们看，君子有诸己。我们身为领导人。我们现在形成一个很重要的关照态度啊，做之君，做之亲，做之师，
啊，这儒家的三宝不可须臾离也。啊，我们放在心上呢，随时可以关照。哎，我的心境有没有跟君亲师相应？有，哎，在正念当中啊，一没有啊，可能就会被烦恼做主了。所以这一句啊，这白话讲呢，有德行的领导人。我们可不能学东西很着相啊！有德行的领导人，哎，我家庭主妇啊，这一句跟我没关了。哦，《易经》有讲啊，家人有严君焉呢，家庭里面有严君呢，谁呀？父母之位也。哦，你看孔子这句话很重要。孔子不讲这句话，哇，这个当父母的人都把君的角色都推掉了。哦，那你作为一个领导人，不管你是在家庭、学校还是在单位，啊，一定是啊，有诸己呀，自己有了这个善行了，而后求诸人。然后再带动别人行善。哎，我们今天要劝别人有正确的心态行为。我们首先，哎，我做的怎么样了？哎，这么一反观呢，可能就能反观到自己还需要做得更完善的部分。啊，能关照到不足的部分，而事实上呢，我们没有先有诸己呀，别人对我们的信任、信心，可能不是很足够。哦，可能我们在劝人家的时候，人家心里想，你50步还笑我100步啊。这个都是人情事理啊，我们得要体恤到的。在明朝，吴子贵啊，他的妻子呢，冯氏，这个吴家呢，很穷困。那这个冯氏啊，非常勤俭的奉养老人当然他在家也是奉养父母啊，出嫁了奉养公婆结果他的等于是他的公公啊。续娶的太太啊，当然也是婆婆了张氏呢，就常常啊辱骂他。可是啊，这个冯氏依然很和气的接受啊辱骂，一点都没有怨恨。在五伦的相处当中啊。别人对不对呀？不是最重要的，我自己要先做对。婆婆骂人对不对？不对。可是婆婆不对，你不能跟着一起起情绪呀，那不是半斤八两吗？所以这个我们也要关照我们。会不会在五伦的相处当中，常常因为别人不对了，我们就起情绪俗话说，一个巴掌拍不响。
一定是两边都起烦恼了，这个才会啊产生一些人际的问题的。好、哦，结果啊，他的邻居啊，这些妇女啊，看不下了，啊，觉得她的婆婆太过分了，啊，相约呀、啊，要来劝她的婆婆，哎，结果这个冯氏啊，就阻止他们，啊，说婆婆啊骂我啊，是因为我不能够顺婆婆的意，啊，还做得不够到位，假如你们现在来劝解、啊。那不是表示我婆婆错吗？啊、哦，那不是杨婆婆的错了吗？彰显婆婆错了吗？那大家想一想，她婆婆会产生什么心态啊？不高兴了，哇，你找人来骂我啊？啊、哦，其实也不是她找的，哎。哦，所以了凡先生那一段话真是体恤人心啊，见人过失啊，含容而掩覆之啊。你去扬他的恶了，最后他更恼羞成怒了，对事没有帮助了。所以要忍得下情绪脾气，也要冷静一点啊，要会沙盘推演啊。这句话出去之后有没有帮助啊？这么去做了，对事有没有缓和啊、促进啊？不要一下子情绪上来了，啪就出去，话就出去了，动作就出去了。哎，结果这个他的先生呢，有两个弟弟，啊，这两个弟弟都娶妻了。结果呢，这个婆婆啊，对另外这两个媳妇也很不好，虐待他们了。啊，这个对冯氏来讲算妯娌了。结果这两个妯娌啊，想不开啊，寻短了。哦，这个冯氏就很委婉的，很柔软的劝他们。当然，应该也会给他们很多关怀爱呀、啊，哦，就把他们寻短的念头啊打消了，哦，那他们也受到冯氏的感化了，啊，一起呀、啊、都很认真谨守妇道，来侍奉她的婆婆，你看这个冯氏，君子有诸己呀、啊。而后求诸人呢、啊，他另外两个妯娌啊，都跟着他一起孝顺婆婆了，啊，最后她的婆婆啊就悔悟了，而这两个妯娌啊，对待这个嫂嫂呢，就觉得这个嫂嫂对她有再造之恩呢、啊，本来想寻短的，哦，就对这个算是嫂子的啊。就当做自己母亲一样对待。大家想一想啊，遇到一个这么恶劣的婆婆啊，对这三个媳妇来讲算是人生的不幸了。可是最后的结局怎么样？把它转了，把这个业转掉了。啊，我们修行修什么？转境，不被境转你哪怕你遇的都是顺境啊，其实顺境是消福报啊，顺境是淘汰人啊，顺境会修啊，不简单哦，啊，逆境啊，磨练人。当然，人生不如意事啊，常八九啊。
但你会转，那就事事是好事了。这里面也提醒我们，天下无不可化之人呢。啊，她婆婆那么凶，能不能感化？哎，可以的，我们诚心到了就能感。哦，比方说今天有一个人对你很凶，啊，那他对不对？那是他的事了，我首先要做对了。而在这个境缘当中，我们要克服的是未来烦恼、过去烦恼。哎，过去落他很多印象啊，哦，一见到他，这些影像都浮出来了，哎，很影响自己的情绪。啊，这个叫关照到了，哎呦，那些影像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啊，赶快把它换掉。未来，哎呀，他都骂我三次了，他要骂到啥时候啊？未来烦恼来了，哎，你一提起这个念头了，你自己的心就不安定了。立誓练心啊，练什么？练放下过去烦恼，练放下未来烦恼。嗯，会修的人就在这些境界当中提升了。实实在在讲啊，说不定他是西方极乐世界来的，来帮我们修行的，不然我们怎么提升啊？修行的轻轻松松了，太轻松了就掉以轻心了。警觉性都是练来的，你看人家贞子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其实我们贪顺境也是一种习惯，这个德育课本后面有一段评语非常好，引咎自责啊，就发生的事了，能够反省，哎，咎就是过失，哎，是我的错，我不对，男子所难呐，男人也很难做到。那女人能做到啊，那就更可贵了。好，那逢事啊，本身以身作则，感化了两个妯娌，而且还感化了她的婆婆。好，这个有点呢，跟大顺的精神挺相应的了。所以大顺呢，他这么孝顺呢，他的心境最可贵的呢，两个字：愿慕。愿不是怨别人，怨自己。负罪隐特，啊，我做的还不够好。啊，所以继母、爸爸、弟弟还不欢喜。按照一般人来看，哇，他已经做得够好的了，但是他遇到的境界，人家还是不满意他呢，他还能反观，这个愿是反省自己。慕呢，慕是如慕豪气，就好像像小孩得不到父母的欢心，但是还是很依恋父母，还是希望得父母的欢心。哦，那个小孩，那父母打他了，他还往怀里钻。哎，
看一下，我们15岁的时候，父母骂我们了，我们会不会往怀里钻？哦，这15岁了啊，父母批评的时候还往怀里钻，这个人，够会撒娇的啊。哎，我看钻进去了，他父母也骂不出来了。哎，啊，这个动作的背后呢，没有见父母的过啊，这个撒娇才撒得出来。哦，还是很恋慕父母的。哎，好。哦，所以这个冯氏啊，是继大顺3000多年之后，啊，她一个女子在家庭当中尽孝，哦，她也展现着这种精神，怨慕，所以我们是读书闻道啊，哎，的取法顺王，取法冯氏。取法这些古圣先贤，这个啊，我们看这些故事啊，都是要效法啊，重去远呢，以见机，物自暴，物自弃。圣与贤可循之，啊，信为道源，功德母啊，对自己有信心啊，相信自己有明德，有本善。所以我们能反观到，哎，我有没有有诸己呀？我有没有无诸己？啊，缺点，我有没有无诸己了？我们一有这个反观呢，就觉得哎呀，我有好多功夫要下了，没时间就看别人的过了。哦，像34句，哎，君子能为可贵，能做到啊，值得人家尊重。但不能让别人呢必定尊重自己，啊，不能使人必贵己，啊，能够做到啊，值得人信任，其实这个都是求诸己的，啊，这是我能够掌握的，啊，至于别人对我是什么态度，那这个我不能强求了，啊，更不能去要求别人。哎，你要尊重我一点呢，啊，你要信任我一点呢，啊。哦，那讲这样的话，我们不是君子的心境了，那尊重跟信任又不是给人家要来的，应该是自自然然做到让人家升起来的嘛。大家想一想，我们现在你要尊重我一点啊，你要信任我一点啊，那这不是老和尚说的控制要求了吗？啊，要从自己心源引微处啊，这话，我们在哪里认识自己啊？在自己讲出去的话，一反观，这个话不对哦，心态不对哦。一天最少也讲几百句话了，有没有讲错的？我们不能心出演绎啊！啊，心一偏了，出去的话一定不对的。哦，所以这里提到了，
做到值得人家信任，啊，但是不能让别人呢，啊，不能要求别人要信任自己的，啊，能做到值得任用，但不能让别人呢必定任用自己呀，啊。哦，你看孔子至圣先师，有很多人不理解他，啊，觉得你何苦呢？你看一些隐士有时候还会调侃他老人家，他老人家啊还很恭敬他们，但他自己清楚啊，他自己在做什么啊。哦，那这个鲁国没有重用他，他老人家也没有抱怨呢。哦，哎，看看还其他国度有没有这样的机会。哦，没有了，他尽力了，周游列国14年了。哦，包含遇到陈蔡绝粮了，也没有抱怨呢。啊，甚至每天还弦歌不断。啊，学生都饿的起不来了，啊，可能心里面都有怨了，但他老人家没有这些被这些境界转。哦，后来楚国军队来了，解了这个危机了。哦，这个子贡驾着车，带着夫子说：“哎呀，我们以后不要再遇到这种。”倒霉事了啊，这是我白话翻译的啊，孔子说我不这么认为啊，而且孔子还断言了，相信啊跟我一起经历陈蔡绝粮的弟子们以后啊都会比较有成就了，磨练过了，君不困不成王啊，烈士不困行不彰啊，德行不能彰显啊。啊，这个孟子也讲了，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啊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这样才能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的，他的潜力才能激发出来。啊，所以孔子说：“怎么不知道我这些学生呢？啊，因为经历这件事啊，他的志向立起来了。你看到这个世道越乱，啊，有些人道义心就起来了，见义勇为啊。所以佛为什么感恩众生？”因为众生的悲苦啊，让这些佛发菩提心了，最后他成佛了。啊，因有众生呢、啊，而起大悲呀、啊。因有大悲生菩提心，因菩提心成等正觉。哦，所以是众生的苦难呢，让他发大悲心。所以感恩众生呢，哦，所以我们学儒要研究孔子啊，还有能洞察到他的心境，目前当目其心呢，哦，包含我们学佛，学佛要学释迦牟尼佛了。哦，那佛遇到忍辱仙人这样的逆境恶缘，哦，他反而忍辱波罗蜜持戒波罗蜜成就了，哦，所以会修行啊，在遇到的每件事啊，护好自己的心念，就在每件事当中啊，
提升了，心境呢跟君子圣贤相应了。好，所以这里进一步说了，君子耻不修啊，不耻见污啊，君子以不能很好的修养自己的品德为耻，不会以被侮辱为耻的。那我们今天只要被骂了就很难过了，那这个心就跟君子不相应了。这个我们几乎每一天可能都会遇到啊，这一句要用上了。好，我们看近代明朝王阳明先生，这个在官场上不知道多少次的起伏嘞，包含曾国藩先生呢，应该考上功名的，结果被人家陷害了，没考上。可能一般的人就气得半死了。阳明先生呢，借由这个境界，我没考上功名了，我的心有没有动？假如我的心动了，这是我要羞耻的地方。他以自己的心被境界转感到羞耻，以我的心没有保持正念感到羞耻，而不是考不上功名是羞耻。哇，这个会修了。我们看许俊那个《京华录》里面有一幕很精彩他留下来尽心尽力帮了这些生病的人，最后呢被关了，被官府押进大牢里。哇，当下他一直在提醒自己，我不能后悔，我不能后悔。你看这个心念是真正支持的，真正会护念，不能变一个变心的人了。你不能付出了最后后悔了，施予后悔。你看玄奘大师奉献了一辈子，最后生了重病，他的念头是：我有没有犯错了？代表什么？他付出一生都没有落在心上。人觉得应该做的他就不会放心上。我们很多付出放心上厉害的心还有。我付出了，什么时候该回收回收了。大家我看过去当母亲的人不少啊。你帮你的孩子煮过几餐饭啊，换过几次尿布啊。假如刚好你的朋友的孩子到你们家刚好大便了，你帮他换了一次，我跟你讲，你终身都不会忘了。可是你帮你的孩子换了无数次了，你都没有放在心上。所以会修的人，天下的孩子都是我的孩子，你就会修行了。不然你就在当妈妈当中产生严重的分别执着。只爱你的孩子了，其他的就差很多了。当然这个不是向上的因为缘有不同，可是心还是要真心去对待。
啊，跟别人家的孩子有几分缘，我们也尽几分力。好，哇，这时间在过很快啊。那个，哦，所以这个，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一复习，我一节课就过去了啊。好，那个耻不幸啊，羞耻自己有没有做出值得让人信任的。不管是态度啊、事情啊、行为啊，那不羞耻，人家不相信自己。人不知而不愠呢、啊，不亦君子乎啊？啊，有举世不知我独知之事见，就见识啊，才能有举世不为我独为之志气啊。好，我相信我们来学习传统文化，弘扬传统文化，在家族里面都算是比较早的。哎，别人都不理解，哎，我还是很坚定的做。啊，有举世不为我独为之志气呀、啊，才能有人所不到而我独到之境界呀、啊。我们才有很好的受用啊。啊，有举世不能到我独到的境界，才有举世不见之而不悔的胸怀。全天下的人都不理解你，你也不难过。哎，你看孔子那时候周游列国，我看很多人都是批评他的、骂他的。哎，老和尚当时候要办英国汉学院呢。基本上没有人赞成，他老人家坚持了。我们这些弟子也没有那种智慧，慢慢看，老人家的决定了，有他深远的考虑了，也随着跟着老人家学习，深刻体会啊，现在这个时代啊。因缘不易啊，不能要求太多啊，要求到最后事都做不成了。所以尽量啊，不要乱批评了。成事不易啊，是非经过不知难啊。耻不能，不耻不见用。羞耻的，我自己的能力够不够？纵使我有能力了，人家不用我，那人不知而不愠，也不会难过。人家不用了，念一天佛啊，两天不用念两天了，七天不用，说不定就往生了。干嘛一定要干呢？往生的那可好干了、啊，有六神通了啊！阿弥陀佛要去哪里接人？我都要参加啊，就跟着去。众生起的什么心念你都知道啊，你还有宿命通啊，哪个人过去生跟你有缘，你马上就牵住祈求，牵住应了。不要执着这一生一定要多干什么啊！我是很想赶快往生哦，不然现在能力这么差，很怕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有了六神通就靠谱了。好，所以我们有了这些心境了，所以是以不诱于欲，不恐于匪。不会被虚有的这个美欲引诱了，哇！太在乎人家要尊重自己了，你这么要这个结果啊，
你遇到那个会对你巴结谄媚的，你就陷进去了。哎呦，他对我很恭敬呢。哎呦，人家是董事长，还给我倒茶呢。哇，你就被这些相啊，给你一点一点，你就陷进去了。那不恐于匪啊，人家不理解的毁谤侮辱了，你也不会起情绪啊，也不会害怕啊，都静其在我啊，求诸己啊，只要我心念对了，言行对了，其他的顺其自然。率道而行，这个端正自身的啊，端然正己，不为物清澈，这个不会被外面的境界所动摇了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这个都是古圣贤人他们的心境，就佛家讲的，不被境界影响情绪了，就不唯物清澈，这样才是诚君子啊。这个诚就是实实在在啊，称得上是君子了。好，那我们这节课就跟大家先交流到这里。我们待会就15分开始。好，谢谢大家。